传播业这个神秘的行业究竟要怎么赚？目前的月收入大概多少？最高多少？100。男生厉害的应该有到一个月。对，那女生？女生的话，厉害的话，其实会到100。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差异这么大？通常的话，就是男客人通常喝完酒之后，还会想要做一些别的事情。那这些运动，对，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额外收入，包含小费啊，还是什么的。YT 频道杨哥Younger，影片时常拍摄各行各业的收入。日前，主持人杨哥访问从事传播业人员，没想到红牌最高收入竟曾高达100万，惊呆众人。究竟要怎么赚？还有第二重点是，我要了解说男女同工不同酬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后面还有邀请到男传跟女传来做一个对决，直接贴心提醒哦。那本频道不鼓励饮酒啊、吸烟这些行为啊，所以等一下旁边上标语。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对决啊，还有第一届传播对决上线啊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怎么称呼？李明。小玉。那你们知道今天游戏规则吗？知道。知道，那你知道？那不清楚。大概知道。那我们先来第一个，你几岁？23。那你几岁？我20。那你输。我们比第二项，工作时间，你平均工时多长？4-5个小时。那你呢？12个小时左右。那你刚刚？你那么长，人家4-5小时。那我们第三项，你最多一天赚过多少？一天2万。3万5。35，一天最少赚过多少？5-6千。18,000-20,000。才赚5000呢？你们入行多久？我是2年。5年了。如果当男传的钱可以啊。男传需要什么样的条件？就是颜值啊，然后身高，其他都是加分用。那你有什么加分？没有，自己赚的。想成为一个女传，要什么样的条件？一样把颜值、身高啊，然后身材。所以两者有什么差异？都一样是颜值、身高。嗯，没什么差异。女生会赚比较多，女生会赚比较多。会。男生找女生比较多，女生找男生就比较少。真的吗？那你们上班的时候会被客人乱摸？会。会这样吗？男生还好，会这样吗？这样比较摸，这样不是正常的 touch 而已。那怎样叫摸？差不多就是可能。那这样的时候要怎么办？能闪就闪，你可能就我拿个水，然后就起来，然后或者是我抱个烟灰缸啊什么之类的。男生不太会摸，比较偏向。哇！那不是更惨？摸还好吧，因为男生上半身比较黑，方便摸一下。那我们进行下一题。那入行需要具备什么成本吗？不太有，女生不太有。男生基本上会有一套西装，基本上西装不用买很贵，好看就好了。那你们两个有跟客人谈过恋爱吗？没有。那我，让你。那想听你一下，你跟客人谈恋爱的故事是怎么样呢？客人点我过去，聊一聊就过了感情，然后就想说可以试着看在一起，可是其实是幻想真爱，就其实不会持续太久。那你们两个会觉得，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而有一个附加的成本是不太容易交到男女朋友？我不太会想要交女朋友。哇！没有，不是。感情这种东西就算了。我们进行最后一个环节，好不好？我们来比一个今天最重要的东西，请问一下你们的最高月收入到多少？1、2、3。30万。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很不公平？男女同工多少？有一点吧。很不公平。确实挺不公平的。啊、社会的感官嘛，可能女生会比较珍贵一点，男生会比较那个。感谢你们了。那我等一下问一下更深入的问题，问一下这个行业。好，来，老板，听说你是这个行业的达人，做这行业多久？
大概4年左右。那你几岁？我目前31。他怎么称呼？叫小怪。他算你们店里的小怪？对，红海。红海怎么称呼？小经理。入行多久？4年5年。你目前的月收入大概多少？最高多少？100。好，最后一杯。怎么做到的？你跟其他人有什么差异？可能手腕啊，手腕有差。你的拿手的手腕是什么？告诉客人。你听说过这个行业赚最多的赚到多少？男生厉害呢，应该有到一个月吧。那女生？女生的话，厉害的话，其实赚到100。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差异这么大？通常的话，就是男客人通常喝完酒之后，还会想要做一些别的事情。那这些运动，对，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额外收入，包含小费啊，还是对对对。因为男生不多吗？男生的话，其实讲认真的，女生自己不然，其实男生有的可能不一定会说什么，还是傻逼式。因为我比较没有了解传播业这块，可不可以跟观众讲一下那差异到底玩法差在哪里？比如说最传统的大举、小举、高传不传，然后飘照跟直拍差在哪里？哇，现在是高了。所谓的大举、小举、高传这些，就是区分条件，高传、小举、大举，还有大举一直在上去，还有到隐藏版，就是一些比较有名气的王美那些。对，什么条件才能触发我消费这个隐藏版？因为这种名单你应该不能随便。这种名单的话，基本上人家有点到的，有这个需求的话，我们就尽量去满足客户需求。那他有问的话，我们就会去找给他。那怎么区分这女生的评级？你们有没有一个评级的标准？看说外在，然后整体气质啊，包含说胸部的大小，这些东西都会有纳入考虑。如果我今天是新手，我只是想来玩玩看，纯粹低多少钱可以点到手？3600至5400，要满足什么条件才有办法做运动？其实因人而异，看客人本身的感觉，就是互动良不良好。那有时候就是可能前面可能感觉没有到很好，不管你出多少金额，我都不要。对，其实女生是很看感觉。如果我现在很想要做运动，是没办法去跟你说，你说对，我现在想要做运动，可以啊，也有办法。可以，刚不说意愿跟感觉。这可以筛选，有的就是不看感觉，就是金钱有到这样就好。这种的就是直接撇除说感觉的问题，就是解决需求而已。不要说你去找一个喝酒，然后要强迫人家干嘛干嘛，这其实没有必要。如果真的要干嘛干嘛，就可以直接去干嘛干嘛就好。